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佛说大如意宝珠轮牛王守护神咒经。如是我闻。一时佛在波罗那鹿野园中，为阿洛居林等五人转四地法轮，时会中有一天子，名曰牛王神，即从坐起，屈躬合掌，顶礼双足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有随心自在万事满足神咒，即利益诸有情故，唯愿世尊安你听许，我今欲说大神咒。尔时佛赞言：善哉，速可演说，我欲闻。是时天子即说咒曰：唵悉溜悉溜盘迦盘迦，南无利迪迦布斯迪迦，阿毗迦阿毗迦，坚达玛尼梭哈。时薄伽梵闻说神咒，普观一切，为诸有情利益安乐故，而说偈言：世间诸众生，一切诸贫苦，虽求资有福，施与诸众生，令得无忧恼，速力胜诸寿，哀悯诸众生，施与诸珍宝，满足诸希求，其等诸天种，福利无等限。时薄伽仙提及那仙，以欢喜信要心，奉献种种香花灯明，四世供养等，敬礼牛王神诸天，而说偈言：涂香花满及烧香，灯明饮食与钱帛，奉献牛王神寿天，纳寿月余增势力，为得神通遍诸舍，成种种舍诸财宝，施与一切众生类，故我供养神寿天。复此牛王诸天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有诸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此经者，必获其所福的具。如是说已，佛告牛王诸：受持此经典者，从初发心乃至成佛，身所有福德具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福德具与彼正等，当如是之。彼善男子善女人从如来口生佛心之子，若是善男子善女人所方所，即为有佛施作佛事，是故若要摧破魔君，离乐一切。是故汝等欲得一切如来真实智慧者，应当一心读诵此经，能速成就一切福德。又于题名有五种名言，何等为五？第一，受持人能摧破魔君众。第二，读诵人今世后世得福德无量。第三，书写供养人今世后世得消灭无量一劫之所犯罪，至阿鼻拔之位。第四，消除一切病苦，寿命延长。第五，得此宝珠一缺之分，至供养计，读诵恭敬者，生生世世转诸贫苦报，能令得密藏无尽果，
尔时佛说此神咒经已，一切众会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